喂，糖糖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啊？好，快呀！啊，粉红上衣，红色行李箱啊。 什么嘛！我好不容易回来，却叫别人来接我，还说什么喜欢看晚霞，你少来了你，还当我是小孩子那么容易哄？我看到你了，你等我一下啊！哦，啊，对不起。 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样的人啊！你误会了，你放开我哥，你非礼了！啊！喂喂喂！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冷静点，别打我哥！糖糖，他是色狼。我不是啊。 认错人了，我哥是那种你平时让他跟女孩子搭讪都费劲儿，更何况是，哎呀，总之他肯定不是你想的那种色狼，不，那种人。<笑>这下你完蛋了，我回去一定好好给大家宣传一下。<笑>放手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的鞋，你的鞋。啊 真的不好意思，是一场误会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对不起。误会。你的手表。<笑>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。你好，我是糖糖，这个是我的糊涂大哥唐正。<笑>你好。 我叫晨曦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哎，对了，有人来接你吗？要不然我们顺便送你回家吧，就当是陪赠。对对对，就这样吧。对呀，万一真的遇到个什么色狼怎么办？让超群哥以为我不见了也好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接。 那就麻烦你们了。哎，不会，拿箱子。哎，好。走吧。箱子都一样。哎。<笑>好可爱。什么？ 可爱。哦，你的个性一定很好吧？什么？啊？啊？我说你的个性一定很好吧？你怎么会知道啊？因为我爷爷曾经说过，看一个人开车就知道他的个性。刚刚看你一直在让其他的车，所以我知道。 你应该是一个很规矩的人。<笑>
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守规矩的。狗狗，狗狗，没事吧？ 没事，好可爱哦！来，你吓死我了！你以后啊，不可以在公路上乱跑哦。哥，还好你及时刹车。 哎，小心！小心！啊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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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哥，你们都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 没事了，还好有你哥，不然我都不在人间了。陈学姐，现在你知道了吧？我哥啊，有的时候就像一个超人，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。他呢，要是去开个公司，当个赛车手是吧？说什么呢？你哥我呢，这辈子就跟爸一样，就会当个厨师，你知道吗？知道知道，你的世界就只有烧菜吗？其实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很好了，有机会一定要去尝尝你的手艺。 真的？欢迎你随时来。万家香小馆。喂，阿丽。啊？哥，在哪儿？快点来山水酒店救我呀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是，你听我讲，我现在跟你说不清楚。总之，我这回真的是拼了。如果你不来帮我的话，我们家的招牌就保不住了。你说什么？ 什么山水酒店？啊，比赛？总之你快点来救我呀！喂喂，阿丽，哥，阿丽出什么事了？我不清楚啊，不过听起来好像挺严重的，我们赶快去山水酒店看看吧。山水酒店？啊，是那个超级豪华的五星级酒店？应该是吧？要不我再问一下。不用问了，我带你们去。 好，哎，干什么呢？快！你就说这个。啊，对，拜托，是挺漂亮的。哎，谢谢。学长，哎，我会扔碎的。哎，拜托，不要，拜托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，只要你肯借给我。 40万赢了，我也不要了。你叫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拜托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！哎，你看那儿。哎，你不是说你们万家香的料理，只要肯认第二，就没人敢称第一吗？ 胡说的吧！我还就告诉你，你们万家香的百年招牌，要定了。欺人太甚！阿丽，阿丽，哎，干什么？住手！啊，我没动手。干什么？让我揍他！放开我！你让我揍他！怎么回事啊？我来比赛，不小心把比赛用的螃蟹给丢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参加什么比赛？怎么连螃蟹都看不住啊？一回来就没好话，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丢了就丢了嘛。不是，哥，真的很重要。我拿家里的招牌跟别人对赌，40万。如果输了的话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胡闹？招牌是爸妈的命啊，你怎么可以拿来当赌注呢？对不起。 可是现在解决问题重要，没螃蟹也得变出螃蟹来啊！哥，
我们绝对不能放弃比赛。喂，你们就没想过去海鲜市场或者是鱼市场买买看吗？不行啊，比赛有专用的螃蟹，门口有人盯着，买了也带不进来。哎呀，这下惨了！你要是输了就死定了，爸妈肯定饶不了你。你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？ 我有办法，这里有没有鲈鱼和鸡蛋？啊，有没有鲈鱼和鸡蛋呢？啊，哥，你要做赛螃蟹对不对？嗯，有鸡蛋，可是没有鲈鱼啊。不行，缺一不可，一定要有鲈鱼。走，跟我来，我知道哪里有鲈鱼。走。啊，喂。 选多少是多少？不好，我们这样像是在偷啊！哎，别说那么难听嘛，这怎么算偷呢？这只是借。不行不行，就算你以前在这里上过班，但是我们没有经过人家同意，不能说借就借的。喂，那你借不借啊？你别忘了，你弟弟还在外面等你呢，快点啊！ 哎呀！喂！哎！这条可以吧？ 闯进来了，小心！不关程小姐的事，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一个人负责。负责？私闯进来搞成这样，你们俩谁都别想没事。你，这位小姐，站到前面来，别躲到后面。收起警棍，快点！实在对不起，程小姐，让您受惊吓了。林主厨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麻烦。 你跟这两位保安大哥解释一下。程小姐是我们总裁的孙女，今天刚从国外进修回来。对不起，程小姐。是我对不起才对，太麻烦大家了，也没有提前和大家说。我们这儿没事了，那你们先去忙。刚刚不是说要负责任的吗？现在就保持沉默了。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？其实我刚刚在进厨房之前就已经跟林主厨打好招呼了，谁知道……好了好了，反正这厨房都是我们家的，你尽管用吧。嗯。